马丁，我的也应该算比较简单一点的吧。你房租就32000，哪里简单呢、啊？因为需要大一点的、啊，它是一个家庭、啊，家庭啊，对啊，因为有老婆有小孩啊，所以就房租一定会比较高啊。而且因为我们都是就是也是在东区那边吧，所以会比较贵。32000大概是东区啦。对，那其他的，因为我们都其实，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说不想花钱了，就是可是比如说菜钱呢、啊，就是因为老婆通常都会去买菜嘛，那都是去三同市场啊，哦那边就便宜啊，对啊，一把什么30块、20块啊那种啊，所以菜可以算很多啊，然后比我们比较少，他就是把钱存下来买电动跟喝酒。等一下，就是、你看他的娱乐哦，他的电动加喝酒超过他们家一家的菜钱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电动耶，电动加娱乐11000，菜钱三个人10000块，真的。所以老婆也是这样子，每次都是要抱怨的，就是这些桌游跟电动，哦，因为他就是觉得哎浪费钱。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没错，没有，这个是你不懂的。健康，一个重点是说，忠实比女生就每一个月卖那么多衣服，然后一年穿得不到一样子。对，马丁，你那一双鞋就不止11000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马丁，你是在控告你老婆吗？因为。